我哋今次咧就係繼續講到咧第七點嘅第二個部分，就係咧我哋嘅性情可以得到醫治。咁有啲人就會咁樣講説話，佢話咧我生出嚟咁樣啊，我生出嚟好容易發脾氣啊，我生出嚟好容易煩惱啊，好容易咧啊轉牛角尖㗎，我好容易咧啊有完美主義啊。咁有啲人就覺得係神做錯咗我，做咗我出嚟俾我咁樣樣。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就係話，每一個性情咧，其實有佢健康同埋不健康嘅狀態嘅。因為我哋其實每一個人個成長嘅時候咧，如果成長得健康咧，這個性情就會變得健康。即係同樣兩個人有完美主義，嗱，完美主義唔一定唔好嘅喎。就通常人都係話完美主義係唔好嘅，即係個通常嘅睇法。其實有神都係追求完美嘅喎，唔係一定話追求完美係唔好嘅，但係神用一個好柔和嘅謙卑嘅方法嚟到追求完美嘅。咁呢度講到咧，如果唔健康嘅追求完美主義者咧，我哋周圍都有好多咁嘅人嘅，好易挑剔人嘅，嗰度哇爭少少，歪咗少少喎，嗰樣嘢擺歪咗少少喎，啊嗰度有啲咁多塵喎。我曾經見過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啊即係有啲人咧去驗嗰地方啊乾唔乾淨，佢點啊？佢伸隻手最高嗰個相架個後面啊，佢喺隻手指撩一撩，睇一睇有冇塵。即係佢要佢哋咧係完全啊，係一啲塵都冇嘅。即係邊個地方咧？嗰啲樓梯啊，嗰啲扶手嘅後面嗰度，佢伸隻手去摸一摸，睇嗰度有冇塵嘅。即係呢個咧嗱，當然呢個做工喺做工嘅地方，有時佢哋需要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屋企咁樣做咧，我相信係會好多問題嘅。如果你日日翻嚟問阿老婆喂，點解呢度咁仲未乾淨嘅咧？咁啊，咁佢梗係話：咁你不如自己清潔啦，我清潔唔到咁多啦。咁啊，或者咧係當個丈夫洗碗嘅時候，個太太話：你梗係洗唔乾淨嘅。咁嘅時候咧，咁啊，亦都俾丈夫一個好大壓力嘅。即係話，如果成日挑剔嘅時候咧，係的而且確好多壓力。大家成長有冇啲人喺你周圍咧，係俾你好多壓力，成日挑剔你啊？嗰種感覺係好定唔好啊？係辛苦㗎，係咪？咁所以咧，呢個係不健康嘅，同埋佢變咗好難於相處啦。而咁樣嘅人咧，其實最慘過係佢自己喎，因為佢越係挑剔人咧，佢亦都挑剔自己喎。佢好多嘢都挑剔，哎呀，我今日又講錯嘢啦，我今日做咗咩嘢又做得唔夠好啦。譬如佢如果領敬拜，哎呀，我今日嗰度唱咗少歪音啊，哎呀，我即係先嗰度出快咗少少啊，即係少少嘅地方咧，佢都會俾自己好大嘅挑剔。呢個就係不健康嘅完美主義者啦。但是追求完美主義都可以是健康的，譬如在聖經裡面講到保羅講到他是要無有瑕疵的，這個這裡所形容的就是一個追求完美但健康的模式的時候可以怎樣的，裡面所講的什麼，第一就是他看到個問題，完美主義的人就有這個特色，他看到問題。很多時候大家有沒有發即我發現一個事情就是這樣的，我輔導過不少的夫妻，好多時咧，個丈夫話冇乜嘢，我哋都幾好啊咁嘅喎，即係咁啊。個太太就唔係啊，有呢樣啊，應該有第二樣啊，應該有第三樣。佢即係睇到好多樣嘢，咁佢睇到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去改善啦。呢個丈夫佢覺得冇咩都幾好啊，日都有飯食，日都瞓覺都 OK 啊，都冇問題啊。咁咧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多問題佢唔知道存在咗嘅。咁所以呢樣嘢對於好多男人喺結婚之後咧一個打擊嚟嘅。我以前都是這樣的啫，咁又 OK， 點解咁多而家咁多問題嘅咧？呢、這個就係男女嘅分別，即係女性係會有時咧喺家庭裏面會睇到更多問題，但如果真係處理咧，咁就會係好啦。但如果用嚟做鬧交咧就唔好啦，咁我就不健康啦。即係如果佢用咗呢樣嘢嚟做鬧交，嗱佢睇到問題，但係咧佢會求神俾佢嘅智慧同埋愛心去處理啦，即係有唔係話就咁隨意咁啊？喂，做乜咁樣樣啊？點解唔乾淨啊？咁嘅時候咧就好大壓力啦。但是他有智慧和愛心，會感受到人的感受，於是用一個柔和的方法和求神賜解決的方法。每一樣有他的解決方法，這個是需要神 去提我們的，就不是說所有的問題是同一個方法解決的，問題總有不同的解決方法。有譬如很多時候我輔導的時候，有時候人們告訴我他家庭的問題，有些問題都很大，咁個問題點樣處理咧？呢個係需要智慧嘅，係每一個家庭唔同嘅。當我哋越見得多家庭問題咧，就會越有多智慧啦，去點樣處理啦。求神俾我哋解決嘅方法，同埋咧温和地溝通同埋聆聽。嗱，呢一個咧就係好多呢個追求完美主義嘅人咧係冇乜嘅，
佢唔會溫和地溝通噶，佢唔會聆聽噶，佢又好快，就好大聲咁樣講嗰樣嘢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啦，同埋咧佢會耐心去揾改善嘅地方，然後當對方有改善咧，佢即刻欣賞喎。嗱，似乎呢啲質素，我哋好多時覺得呢啲唔係完美主義者嘅喎，呢啲人唔係喎，其實呢個可以係，如果佢追求完美嘅時候。而他同時呢是有耐心愛心，所以其實就是加上耐心愛心就可以了，是不是那的時候呢就可以這個性情呢就可以是健康的、啊、神都是追求完美的，但是神感動我們這麼多年，教導我們這麼多年，神有沒有令到你覺得難受的感覺？是不是令到你很辛苦很辛苦，覺得很慘很慘呢？因為他感動你的時候令到你想去改變呢，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和神的关系，他真的会觉得神在提他，但是他提他的时候他并不是觉得、就是、很辛苦的、当然基督徒可以有很辛苦，为什么辛苦呢？因为他没有亲近神，他经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于是他有一种内疚感和害怕死了，我不知道去不去到天堂呢的时候，压力感是律法主义，他就可以很大压力，但是那样东西是人那里来的，不是神那裡來的，神是會感動人，神都會指責的，但是神的指責是帶上愛的，是不是？神指責你的時候，他不會好像你沒有機會了，不行了，我不要你了，神會有這種傳遞的訊息的，神是會有耐性的，所以其實每一個性格神自己都有的。好了，感性型的人，有些人呢、感性型的人，有些人就會覺得很好，因為他會感受人的感受啦、很多詩人都是感受感性型啦、很多譬如，如果一個護士，護士都有很多種的、有些護士呢真的很強硬的，哇，命令式的，這樣的時候呢，那些病人是覺得辛苦的，但有些護士真的很好的。我曾經見過一個這樣的護士，在外國、香港不會有這樣的事的，有一個老人，很老的，他跟個護士說 Kiss me 這樣，那個護士真的哇，又不嫌他老又不嫌他醜樣，錫他一口、即係我睇得出咧，佢真係佢會感受到個病人嗰個情況啊！佢即係呢樣嘢係普通人真係覺得好難，因為覺得佢又污糟又老又醜樣，點樣可以錫得落咧？咁佢就係、是、即係能夠感受到呢個病人嘅情況，而有呢種嘅憐憫嘅心啦。好啦，唔健康嘅感性型係點樣咧？容易負面睇人同埋事，即係一個人越感性咧，有時咧就越容易咧。好不開心，好煩，都不知點解煩都唔緊要嘅。同埋咧，好睇重別人睇點樣對自己啦，即係話佢又唔睬我，佢真係嬲咗我，佢唔中意我啦。哎呀，哎呀，我周圍啲人拒絕我啦。咁嘅時候咧，因為佢感性好睇重關係啊。當人對佢唔好嘅時候咧，佢又會諗好多嘢。咦，佢今日唔睬我，係咪有啲咩事咧？我係咪做錯咩咧？係咪佢嬲咗我咧？有咩發生過咧？就會諗好多樣嘢，因為佢係好敏感呢啲感覺，咁就會好容易低沉同埋沮喪。所以有好多自殺嘅人咧，都係有呢個感性型嘅，就係佢咧諗唔開啊，佢啲煩惱諗唔開。咁呢個係不健康嘅感性型。好啦，但係健康嘅感性型點樣咧？佢敏鋭自己同埋別人嘅情緒啊，佢會留意到啊。嗱，譬如我太太喺後面啊，佢咧佢會留意到我今日情緒啦，我就冇咁快留意到佢啲情緒，我要學啊，即係我要，我都話俾我會繼續學習。我能夠留意到人嘅情緒，同埋我留意去聽人講嘢，呢個係學翻嚟嘅，唔係我天生嘅。但喺佢嚟講咧，係有好多係天生嘅，有一部分係學翻嚟，但係佢大部分係天生的，即是他很容易敏感到人的感覺，這個是他，即是女性比較多一點 是這樣的情況，就是留意到別人 的感覺。所以呢、通常個小孩有什麼事發生，媽咪很快知道今天什麼事發生，今天是不是被先生罵過來，立刻留意到，但是爸爸可能完全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每天都差不多的，這個就是男性和女性其中一個分別。第二呢就是健康咧就識得點樣處理情緒啦，唔健康咧成日低沉。以前我曾經喺團契嘅時代，有一個人翻團契咧，佢真係好似團契嘅情緒鐘啊！點解咧？佢一情緒低咧，成班人受影響嘅。因為佢點咧？佢坐到唔出聲，成個咧就係嗰啲表情啊，完全係一個好低沉嘅狀態。成班人咧就嘗試去氹佢，成班人受影響嘅，就係因為佢時時都係一個開心的狀態。其實這樣的人呢可以一世人都不開心的，
我曾經認識一個人，他未結婚的時候他又很低沉，成日都覺得好像沒機會結婚。結婚之後呢，他又很不開心，因為丈夫可能對他又不夠好，跟住後來他丈夫離世，他又不開心。他一世人呢，我認識他這麼久，我都見到他是不開心的，就是他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感性型的人，但他不懂得處理他的情緒，結果讓情緒牽住鼻子走，就很慘了。咁所以呢個咧健康咧就點樣處理自己嘅情緒？我有情緒唔代表我要跟從嘅。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唔好讓情緒帶領我哋嘅思想啊！好多時咧有人會咁樣喎，唉，今日唔覺得開心，唔想做啦咁。有冇聽過人咁講啊？唔想做啦今日，就係情緒帶領行動，帶領思想。其實情緒係點嘅咧？又高又低㗎，係咪？咁我哋要處理，但係人嘅情緒總係會有高有低，就算好似我咁咧，我係真係情緒好穩定嘅，但係我都話我嘅思想嘅穩定度係高過我情緒嘅，即係有時人哋講一句説話，可能我都會受些少影響嘅，心裏面咧，我思想上可能話冇事，但係個裡面咧係會有啲受影響嘅，即係話處理情緒呢樣嘢咧，情緒係會波動，如果俾情緒帶住咧，個人就好慘，但係事實上好多人就。我喜歡啊，我喜歡他啊，那就喜歡，那就結婚了，就是喜歡而已，就是完全是 他的喜好，而不是因為有什麼原因的。但是呢，當我們能夠處理情緒，而不是被情緒帶著的時候呢，那這個就是一個健康型的，還有能夠豐富地表達感情，就是好像我們中國的詩人李白那樣，真的哇，很簡單，講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即係呢詩句咧，係可以話咧，你睇落係唔係好強烈嘅感性嘅，但係佢嘅字眼表露出咧，係可以一種強烈嘅感性嘅。另外一首詩咧，我好中意咧，就係咧，昨年今日紫門中，人面桃花雙影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嗱，呢首詩咧最感動。最令到人感觸係邊度啊？桃花依舊笑春風，啲桃花依舊喺度喺啲風度笑，好開心。但係呢個其實桃花唔會笑嘅，不過咧，即係桃花喺度笑。但係我想見嗰人咧就唔見咗啦，即係舊年見過，即係可能去拜年啦，唔知咩情況去到嗰度見到一個人，哇，個心好中意，希望下一年去到再見到。點知第二年見到唔喺度。咁咧就見到桃花喺啲風嗰度吹下吹下，仲係咁開心喎！啲桃花即係形容啊，佢又即係詩人講嘅，真係好好特別啊！就係、是、其實桃花唔會笑，但係佢會形容佢笑，但係個笑咧越更加顯出佢內心嘅一種失落嘅感覺。我想見嗰人見唔到，咁呢個就係一個豐富嘅表達，即係一個感性嘅人啦。佢嘅全福音啊，佢更加能夠回應人嘅感受，更加能夠。呢、这個人嘅傷心嘅地方，佢就係能夠觸摸到佢嘅心，以至能夠帶佢信耶穌，係咪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強項嚟嘅喎。但係有好多感性型咧就唔係喎，就變咗情緒化嘅時候咧，佢就發揮唔到用。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感性格咧係可以塑造嘅，係我哋知道點樣健康就得㗎啦。佢就會有同理心啦，同埋識得安慰人啦，即係佢會知道你需要嘅乜嘢。講安慰嘅説話，亦都有時可能佢喊下咧就會感動人，因為第二個人傷心嘅時候佢又會喊，佢感受到人哋嘅傷心嘅時候，嗰個人咧就會覺得好多人都感覺唔到我感覺，但係佢居然會用下喊嘅，咁嘅時候咧係會覺得有一種感動嘅感覺。好啦，嗱性情問題咧，呢個我講出有不同嘅，其實點解有負面嘅不健康嘅性格？我而家只係講兩個例子，因為即係不同嘅性格型，我只係講兩種型。咁點解嗰啲性情有問題咧？都係大致係呢類或者其他嘅問題，就係佢自我啊，係佢情緒化，佢自我，佢一唔開心，佢咩都唔想做，佢會發曬脾氣，咁佢自我容易發嬲啦，佢又自卑。自卑嘅人咧，咁你話佢自卑佢慘就唔係嘅，自卑嘅人咧，佢會令到周圍人都好慘，因為你對佢做好嘢，佢就話你有咩動機嘅，你唔做好嘢，佢又話你唔睬佢就唔理佢，即係你唔做佢又會話你，你做咧佢又會懷疑你，就會話你點解做咧？你想乜嘢咧？咁樣即係會有時會咁樣嘅情況嘅，咁佢就係自卑，咁亦都咧性情問題會驕傲啦，覺得自己叻過人啦，其實叻驕傲咧係好嘥嘅。
即係驕傲嘅人，梗係有啲才能啦，係咪？唔係一定嘅，有時唔係，有時啲人冇才能，佢都會驕傲嘅。咁你才能應該為主做更多啦。但係點樣知佢驕傲又拆毀翻喎？即係你要起屋又拆翻，咁咪即係得個白做係咪啊？你想白做啊？你翻工會唔會白做啊？老闆話你今個月咧，你係做咗好多，不過咧你又蝕咗好多錢，所以你今個月咧係冇薪佢冇薪水啦。咁你會唔會好開心咧？唔會，一定哇！今個月冇薪水啊，因為我做錯咗好多嘢，蝕咗好多錢啦咁。啊，同樣喺侍奉咧，如果一方面你又做，但一方面驕傲咧，即係叫做白做。所以咧，我哋求主幫我哋，即係其實冇乜好驕傲嘅。我哋個個人都冇得好驕傲。喺我嚟講咧，因為我真係我見得自己失敗太多，所以我覺得我唔值得有任何嘅驕傲。做咗樣嘢嘅時候，我又覺得如果我驕傲，咪拆毀咗我做嘅，真係冇意思嘅。所以我就話有啲咩我都話神啊，多謝你，多謝你。我調教我自己內心，有啲咁多驕傲，我都話唔好咁諗。咁諗咧，即係自己白做啦，自己攞嚟辛苦啦。好簡單，譬如祈禱，哇！佢好大釋放，好大安慰，好大醫治，好強烈嘅醫治。譬如嗰次我祈禱嗰個人真係癌症好翻，真係好特別啊！幾個月之後，佢都喺網上話俾我聽，佢癌症好翻，我都放咗喺 YouTube 嗰度嘅。嗰時候有啲人話：哇！好犀利，好犀利！但呢個係神嘅工作。如果我越驕傲，神喜悦嘅時候，我以後做嘅都係白做。咁啊，做乜？點解要咁樣呢？所以我就話，真係呢啲完全唔係我嘅工作，係神嘅工作。所以我真係喺裡面有啲咁多驕傲，就話俾自己聽，根本你冇乜用嘅，你係神俾你啫嘛，你冇咩可誇嘅。所以我就喺裡面咧，我就覺得真係冇值得驕傲嘅地方嘅。同埋咧，性情問題有啲人多愁啦。好煩惱啦、悲觀啦，咩都話，哎呀唔會好噶啦，啊第時梗係唔好噶啦，咁啊好慘噶啦，或者小氣，即係冇辦法能夠容納更多人嘅。譬如佢做一樣嘢，第二個人做啦，譬如佢領敬拜，第二個人做領敬拜，哇仲好啊！佢好難能夠去欣賞個人，因為佢覺得好難欣賞個人叻過佢嘅，或者膽怯啊、猶豫不決啊咁樣，呢啲係性情問題。好啦，點樣性情改善呢？其實好簡單喎。第一就係親近神，因為神係所有美善嘅來源，有神就美好，一齊講啊！有神就美好，有神性格就美好啦。因為神係將一切變為美好嘅，常親近神，生命中成日有神嘅愛，成日都係諗住有神嘅愛，神愛我嘅，成日都話俾自己聽。我希望大家而家有呢個習慣啦，我成日都鼓勵大家係享受神嘅祈禱，日日都起身啊，多謝耶穌，耶穌愛緊我，耶穌同我一齊。耶穌今日要大大使用我，耶穌咧為我預備一條美好嘅路。大家有冇咁樣講啊？而家有幾多個而家做緊㗎？請舉手。嗱，我希望大家日日都係咁做，日日都係咁話俾自己聽，神愛緊我嘅。阿利路亞，一齊講啊！神愛緊我嘅，神大大提升我嘅，神喺我心裏有奇妙嘅計劃。就算我軟弱，神都使用我嘅。冇嘢能夠攔咗神嘅計劃。幾惡嘅人都攔咗唔到神嘅計劃。所以唔需要俾外人影響嘅。即係話所有唔好嘅我都唔使受影響，所以有神嘅愛咧係最好嘅，即係心就安全啦。其實我裡面有冇唔開心嘅感覺呢？有嘅，但係咧我就即刻耶穌愛我，咁做咩要咁擔心呢？點解要唔開心呢？點解要煩惱呢？咁我即刻叫自己可以感謝神，享受神。好啦，跟住咧就係接受人嘅罪性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好多人嘅性情嘅問題，硬係唔明，硬係接受唔到。點解佢做嘢硬係做嚟做去做得唔咁整齊嘅？硬係成日唔記得嘅，人就係咁噶啦。點解成日遲到嘅？咁人就會遲到。咁你話，咁我明明想佢唔好遲到，咁咧冇理由成日都約佢遲到嘅。咁你咪揾方法去處理咯。咁我處理啦，咁可能有啲人你需要 wake up call， 預先叫醒佢，或者咧約佢早啲嘅時間，或者同佢討論下點樣可能你預嘅時間要預鬆啲啊之類，即係接受人係會做錯嘅，所以人做錯嘅時咧一啲都唔覺得出奇。咁有啲更加嚴重嘅，譬如有啲人中意鬧人，咁如果有咁嘅家人係困難嘅，咁但係咧起碼第一樣你學到咧就係話佢鬧係佢嘅問題，佢嘅軟弱。佢猛咁鬧鬧都好啦，咁你就當佢係鬧鐘，一路鬧鬧鬧鬧，咁有啲人會鬧。如果你鬧完當一回事咧，你就唔會受咩影響嘅，係佢嘅問題。
咁嘅時候個心咧就會鬆啦。但係好多時人咧就唔係嘅，就覺得人冇理由會咁嘅，冇理由會咁樣做啲咁嘅嘢嘅。當你覺得冇理由，你就會嬲啦。但係覺得必然係咁嘅，就會覺得冇問題啦，有耐性啦，同埋有祝福人嘅心，成日都係祝福人。點解我成日想祝福人呢？第一，我已經年紀大啦，雖然我樣唔係好大，即係大已經係大噶啦，咁啊，咁我諗住我時間在世上已經唔多噶啦。其實我呢個意念好耐之前我已經有，就算我後生啲嗰陣時嚇，我都係話其實我世上嘅時間唔多，我願意做嘅就係我整個生命俾耶穌去用，因為我俾耶穌去用嘅時候，祝福人第一即係睇到人得祝福係最開心嘅，我睇到人改變我最開心嘅，有神有紀念嘅，神又會祝福又會幫助嘅。其實我心裏面最睇重都係人得到祝福，所以我就即係好多時其實我有時好忙嘅，有啲人話你可唔可以探我邊個啊咁？咁其實我有啲時候我當然我會判斷嘅，有啲時候我話我真係唔得，我真係好忙。咁但係咧有啲時候我見到佢需要嘅時候咧，我都依然咧我係會去探嘅。有時我係好趕，但我依然去探。點解咧？因為我知道佢需要啊，我知道佢需要的時候，我知道我做嘅嘢係可以對佢有大嘅影響。咁呢個就係出於愛啊，係出於完全出於一種真心嘅愛，係冇條件，係冇回報嘅。雖然佢會多謝我。他或者會請我吃飯，但這個即不是我期望的回報咯，就或者甚至有些人他會有些奉獻給我的事工，但這個都不是我期望的回報，都不是我想得到的，反而 我當時我是想做我的事，但我覺得我能夠祝福他的生命是好的。那當我們有這些質素，我們無論什麼性情就會改變了。其實就很簡單，我有幾樣而已，常親近神，一起讀啊，常親近神，生命中有神的爱，接受人的罪性，有耐性，有祝福人的心，就是这么简单。那神呢，你的性格呢就会一路一路改变了。好了，那下一样呢处理呢就是负面思想的医治了。有很多负面的思想，譬如又要上班了，可能你未必出声，不过心又要起身，又要上班了，这个已经是一种负面的感觉。亦都有啲傳道人講俾我聽，唉，又要講到嘅，好辛苦。咁呢個因為佢覺得係一種重擔嘅時候，佢就會有困難啦。但係如果佢覺得哇可以祝福人喎，就唔同啦。我記得我第一次講到嗰陣時，我都唔係牧師啊，係牧教師啊。嗰間學校咧話可以有機會傳福音咧，就可以咧係即係我哋可以向學生傳福音，又可以講道，個個老師都講道，我係好開心，因為我有個心事奉神嘅已經。但我發覺第一次上台咧，坐在個凳嗰度未到我嗰時咧，係直情冇話阻止，直情冇話停止，一路震一路震，即係唔係好而家咁震。總之咧，隻手隻腳就成個喺度震緊，因為係不自覺地震。好，感謝神！一上台一開聲，一聽到回音咧，即刻就唔震喎。但係下一次又係咁震，震咗好耐都係咁震。就後來咧，開始點咧？我開始就係諗，我能夠祝福人，我所講嘅嘢咧可以祝福到我，亦都講祝福到別人，咁我就放鬆曬啦，就輕鬆啦，即係可以笑下都唔緊要啦。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唔緊要嘅，唔係一定要好緊張嘅，講錯咗唔緊要嘅。咁有時我講普通話嘅講道發音唔準，咁我又嗰啲人有時好似聽唔明啊，有即係多數都聽明，有時聽唔明，咁我又會問佢係應該點講啊？咁佢講翻聽對唔住啊，咁我又好輕鬆，即係唔緊要嘅，即係唔使話好似好大件事咁樣啊。什麼事做錯不要緊，這個時候呢心就輕鬆了。但很多人就不是，又要做工，哎呀人生真的很難啊，做人難啊，哎呀總是遭遇呢總是不好的事，神啊你在哪裡，為什麼不快來幫我啊，哎呀我要放棄了，人人都不好的，個個都壞的，到我對我不好的，哎呀想死了，這些是不是有沒有聽過這些說話，或者甚至自己都發過這些說話。然後最後呢這個負面的思想是一個很破壞性，就是拒絕某些經文，有些聖經的經文要饒恕人，有些人會說那個人一定不可以饒恕的，怎麼可以饒恕他，他這樣這麼傷害我，我曾經跟一個人說，我說你真的饒恕人，不行，他傷害我這麼多年不行的，這麼多年哇很久的，但是受傷害是他自己，他這麼多年都好像被箭插著背脊，天天有支箭插在背脊，又是這樣，是不是辛苦啊？其實是很慘的。但有些人就是聖經說了，但他總是不肯聽的時候，其實受傷的是他自己來的。
負面思想模式其實很簡單的啫，幾樣嘢：自己不夠好，正下我不夠好，我做得不好，我能力不夠，人又不好，事情又做得不好，即係總係話，哎呀，今次做得不好，今次做得衰，跟住咧環境又不好，環境又困難，即係話，點解咁難嘅咧？咁樣有啲神又對我不好啦，有時又會咁樣話，就基本上負面咧，就總之乜嘢都怪曬。怪自己、怪人、怪事情、怪環境又怪神，其實是沒有益處的，越怪呢，後果呢，是越是自己受苦的。悲觀是什麼意思？悲觀就是對於前面呢覺得將來是不好的，即譬如你給一件事去做，他說哎呀哪裡可以的，這件事不可以的，做不到的了、哎、向他傳福音不可以的，他不會信耶穌的，總之是什麼都是說叫我上台分享，哎呀不可以的，我神不可以的，即總是什麼都是覺得困難的，明天必困難，是沒有出路的，這個就是一個悲觀，就是對前面是一個總是負面的看法的、啊、我下面我講就是悲觀者是一種信念，你覺得它不好，事情未必是變差，其實你可以變好的，但是很多人因為他的思想是覺得不好，當你覺得不好的時候，英文有句說話就是 self-fulfilled prophecy， 就是自己應驗的預言，就是當你話佢唔好咧，你自然做得唔好噶啦。譬如你打波咁啦，哎呀，我實輸俾佢噶，咁你就實輸噶啦，因為你個心諗住輸咧，你就實輸嘅。你覺得做得唔好，你就會做得唔好。你上台分享，哎呀，我真係分享得唔好噶啦，咁你就做得唔好。但係你話靠耶穌一定可以做得好嘅，哈利路亞！嗱，我希望大家都係咁啊，能夠放膽地分享，就唔會話哎呀得噶啦，哎呀我上唔到台噶啦咁。希望大家勝過呢種嘅懼怕。悲觀只是信念，事情不一定會變差的，而且神一定會帶來祝福的，所以不需要說呢見到什麼都說哎呀做不到做不到，宣教不行的，學普通話不行的，一定學到的，哈利路亞，不過最好不要跟香港人學除了跟 Mandy 可以，因為 Mandy 的普通話 很純正。好了，負面思想來自什麼呢？是人的不好，即的而且確人是不好的，很多人是不好的，他們不好意思我們就負面了，但是 他不好 不代表我要負面，情況的困難是的而且確有情況的困難，很多時候自己思想模式覺得事情困難自然就不開心，這個是一個思想模式，有些人總是這樣的，他這樣我當然生氣了，這句說話我們聽過有沒有聽過，他這樣當然罵，覺得不好的一定要罵，一定要發怒，這個其中一個思想模式的，覺得情況不好一定要負面，其實也都另一句說話，這句說話希望大家記住，就不要用感覺來到帶領思想，如果感覺帶領思想，譬如有些人他回到教堂，他說我不太慣，我不開心，那耶穌都是不好的，就是他的感覺覺得不開心，於是耶穌都是不好的，我見到這個人我又覺得不開心，這個人當然是令到我有些不好的事情，這個人很黑、啊、即有些人其實有些人會這樣，因為某一個人他跟我一起的時候覺得有些事發生，他就覺得不開心，於是他就說這個人很黑、啊、不好的，這個就是讓感覺帶領思想，我們呢也都不是讓我們的思想，而是讓神的思想帶領我們。很多人的負面思想是來自不自覺的信念，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負面的，經常都覺得必然是這樣的，而是從人的角度看萬物，從人的角度，哎呀，怎麼辦呢？沒錢喎、啊，咁樣，咁嘅時候咧就會有負面啦。但如果從神的角度就不同啦。但人往往係，就算耶穌都好少從神的角度去看嘅。而大部分人擔心憂慮的嘢咧，係唔會發生嘅。而家發生是可以處理的，但係好多人咧有啲痛咧，又會哎呀死啦，唔知係咪有癌症啦？哎呀死啦！哎呀，咁我第日點算咧？啊，如果揾化療啊？要找哪裡呢？好慘啊，做不到工又怎麼辦呢？哎呀，那那些仔女誰養呢？哎呀，那就想了好多東西出來，即是人就會這樣，但是我們有耶穌的時候，我們就說神會照顧，就算有一天我們真的要離世的時候，神會照顧我的仔女，這樣的心的時候你就不會擔心，即是神都關心我們的仔女，關心我們有的一切，不需要我們呢擔心，因為擔心就會造成問題了，擔心就反而咧，全個身體都唔掂嘅。你一擔心咧，第一樣影響就係腸胃啦，唔開胃啦，係咪？瞓覺瞓得唔好啦，
開始咧情緒擔心，所有情緒受影響啦，思想思路會好慢啊，做工做得唔好啦，俾人炒魷魚啦，就因為憂慮就帶嚟咁樣嘅後果。神一定為我哋開出路嘅，但越擔心反而越唔好，所以負面嘅思想咧，其實係破壞我哋生命嘅。聖經裏面有不同的負面例子，以色列人在曠野不斷負面，不斷一有困難即刻埋怨，這個就讓我們看到人就是這樣的。其實基督徒都是很多的，聖經就沒有好像舊約那樣將我們那些教會的歷史好像舊約那樣去講出來，如果講出來的時候也都有很多負面的例子的。第二，掃羅不斷去想大衛對他不利，其實大衛沒有對他不利，他其實不用怕，他自己越聽神話反而他的祝福越大，但他越怕越多問題。猶太人雖然見到耶穌的神跡，不斷懷疑他，不斷用負面，他講出什麼做出什麼都是懷疑他，還有猶太人不斷積聚到耶穌的負面的思想，成日去積聚很多的負面思想。負面思想帶來什麼後果呢？自己辛苦啦，周圍的人辛苦過，負面的人是不容易相處的，是不開心的，同一起很難有朋友，因為朋友覺得他負面，所以很難有好的朋友。我經常都說人對我不好，在教會人都對我不好，當人負面的時候，他自然呢，其實在教會裡面的友誼是雙方的，是當然我們基督徒應該有愛心，但是一個長期的關係必然是雙方的。當一個人經常負面的時候，自然他沒有對人關心的時候，人是比較難去關心他的，他都一關心他的時候，他講的說話都是負面的，就難有朋友，還有沒有力待人接物，待人接物都有困難，做工好容易被人炒魷魚。我認識有些人幾個月炒一次的，是啊，他告訴我轉過很多份工的了，現在他都講給我們聽怎樣被人炒魷魚，懶惰啦，欺騙啦，真的欺騙過有些，或者總是做事很亂啊，這樣即咁嘅時候咧，佢因為佢裡面有好多負面嘅嘢啦，結果就受影響啦，同埋好難相信啊，打錯字啊，無條件嘅愛。嗱，好似呢個例子冇打錯冇數嘅啫，係咪唔死得㗎？所以唔緊要嘅，唔使話哎呀死啦，哎呀好醜怪啊，哎呀好醜怪啊，哎呀都唔使醜怪啊，冇乜所謂，打錯就打錯啦，冇乜所謂㗎，係咪？咁嘅時候輕鬆對待，即係好難相信神無條件，話神無條件愛我。怎可能呢？神就是這樣，我們的神就是無條件愛我們，一起說，我們的神就是無條件愛我們，是沒有原因的，就因為祂愛我們，就因為神是愛，不是我夠好，不是我夠好。還有呢，這樣的人是很難有力量，祂祈禱很難有力量，因為為什麼呢？祂一直祈禱，唉，神啊，我好慘啊。有些人一直祈禱一直哭，有兩種，一種是很感動，一種呢啊！神啊，好慘啊！幫我快啲幫我！時候咧，佢咧係佢嘅祈禱係自憐嘅祈禱，自憐嘅祈禱係好淒涼嘅，同埋佢助人接物失敗啦。正面同埋負面思想來源喺邊度嚟咧？一齊讀下《路加福音》6:45，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點解咁負面呢？就是因為佢裡面個思想係唔好，佢生命係唔好，佢就會生出負面。但係佢裡面成日睇到神真係好啦，又睇到咧能夠祝福人係好嘅，咁嘅時候咧，佢用神嘅方法最好嘅。但係世人係點咧？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呢句説話咧，好多人教佢仔女喎，佢以為呢樣嘢好喎，但係到後來咁，佢咪同老豆都係咁咯。我唔可以執輸㗎。你的錢我當然快點要啦，你要我幫手不濟啦，他學了，即是他爸爸媽媽說的說話他就受落了，變了他反而受影響，他心裡就是自私。但是當你一個祝福人的心態，有些人說有沒有搞錯啊，哇，這樣去付出不應該的，當你這樣的時候，那種心態自然就會有問題了。但是心裡經常有神的愛，就會發出善愛，但係心裏存著都係一啲憤怒啊、唔開心咧，裏面就發出惡來。箴言4:23，一齊讀下，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嗱，如果大家你有一樣好寶貴嘅嘢，有一粒好名貴、好名貴嘅鑽石，你會隨便將佢放喺地下咧？唔會成為擺咧？你唔會，你會將粒鑽石
反而擺喺一個好靚嘅地方，係咪？你屋企如果有啲寶物啊，你梗係擺喺個櫃啊，或者個隔萬裏面啊，將佢收藏好嘅。而我哋一生人最寶貴唔係你嗰啲錢，唔係你銀行存折，而係你嘅心。我哋嘅心係我哋一生最寶貴嘅。我哋嘅心如果保守喺神嘅愛中，有神嘅恩典憐憫咧，我哋嘅生命就發出光輝，生命就冇浪費啦。但係如果個心係成日諗自己，成日擔心自己嘅嘢咧，就好淒涼。所以我哋記得保守我哋嘅心啦，將個手放喺心度。我要保守我的心，愛神愛人，相信神愛緊我，可以享受生命嘅。話俾你聽，我要享受生命嘅，何必受苦呢？哈利路亞，輕輕鬆鬆，冇重擔，冇煩惱，冇問題。哈利路亞，嗱，有神嘅同在同埋神嘅話語啦，同埋有正面嘅思想同活動，正面成日正面思想。成日都係諗正面嘅，喺我周圍嘅人有時啲人都發現，點解你成日都咁正面嘅？因為我發覺咧，就係唔正面係自己受苦嘅。譬如有啲人話俾我聽，有個人對講啲咩説話，哦唔緊要啦，唔緊要嘅，冇所謂嘅，即係梗有人講嘅，即係好正面咁去面對，或者有啲咩啊人哋有啲接唔接受我地方，我唔緊要，我試下留意啦，唔需要負面嘅。咁嘅時候咧。我心裏面咧，成日都係開心嘅，成日都享受嘅。我係決意唔會有任何一樣嘢影響我，繼續影響我，因為神定義祝福我，神定義我開心。咁點解我要跟第二個人呢？我哋跟最好個神啊嘛，係咪？我哋跟神好跟人，人咧係會令我哋唔開心嘅，會唔會啊？但係神就唔會令我哋唔開心嘅。一齊讀下腓立比書二章十四節：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就係佢裏面咧，成日存住一啲唔好嘅，咁佢口都發出啦。哇！有時一句好簡單嘅説話，令到嗰人受傷好耐嘅時候咧，其實係冇意思嘅。神係唔喜悅嘅，因為神係知道嘅，所以唔好發怨言，唔好起爭論。耶穌咧係一定幫到我哋嘅。腓立比書四章十七節、十三節，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著耶穌一定能夠做得到嘅。我一定可以保守我的心，一定可以正面。其實很多人我發覺個思想是很負面的，他一講到困難，哎呀不得的了，哎呀改不到的了，是我成日都聽到的說話。但我可不可以告訴自己，現在告訴自己，靠耶穌一定得，我一定可以越來越正面，越來越開心。哈利路亞，何必受苦呢？但我希望你記得這句說話，你一受緊苦的時候，何必受苦呢？你唔當一回事就唔會受苦噶啦。嗱，處理負面思想一個例子啊，譬如冇人關心我，呢個好多人都講過，冇人關心我，哎呀，我去教會，哎呀，冇人關心我，冇人對我好啊，咁樣。咁咧，用禱告喺禱告之中，聖經嘅觀念取代就係神關心我，神關心我最緊要，而接受人係有罪，所以缺乏關心嘅，即係接受人係會有時唔關心我哋，咁唔使放喺心上嘅，佢唔關心我哋。是他的問題，我不用受他影響的，我就可以關心有需要的人。有些人說他都不關心我，為什麼要關心他呢？他不關心我是他的罪，但我不關心他是我的罪，我為什麼要犯罪呢？所以我關心他，我就得福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決意什麼人我都關心，就算那些人沒什麼反應的，我都盡量是一樣是善意對他。這樣的時候呢，就一路個人就越來越輕鬆，神又祝福我們了，施比受更為有福。結果是怎樣呢？關心人的時候有更多人關心自己，是不是？多謝耶穌，我今天有人是關心我，帶了回來給我喝，這個是出於愛心。我覺得我受落最大的禮物是他的愛心。多謝耶穌，多謝主。得勝無谷，大家記不記得？記得。好，記得，感謝主。係啦，呢個就係一個正面嘅回應啦。第一係乜嘢？留意負面嘅思想或者情緒，留意到啦。第二，深信佢有乜嘢破壞性。第三，用聖經處理。有第四，親近神得嚟，親近神。第五，持續選擇信服同埋應用出嚟。哈利路亞。嗱，如果個簡短版本就三部曲啊，三部曲係點咧？係一四五。一四五就咩？一留意，一定要留意。好多人係冇留意到自己負面啊。第二咧，親近神。
第三選擇，我選擇不俾佢影響。但點解要加上二同三呢？二就係有破壞性啦，三咧就用聖經嘅觀念取代。而三個點解有三點呢？就話集中定反省，點解我有呢個問題呢？喺邊度嚟嘅呢？去反省，然後咧寫低啲反省同埋處理方法啦。呢個係一啲實際嘅方法，就係點解我咁容易低沉呢？咩原因呢？嗱，有啲人話係我老公唔好，所以我低沉。但係我哋諗翻，我哋自己有冇唔好咧？有冇受佢影響嘅地方咧？我點解咁受影響？寫出反省，我可以點樣唔受佢影響咧？然後繼續重温翻呢個方法，點樣重温翻我唔需要受佢影響？咁嘅時候咧，我哋嘅心就可以得到輕省啦。好啦，負面思想嘅醫治點樣得醫治呢？第一就係時時親近神，深信神嘅應許，成日親近神而深信神嘅應許。深信神嘅應許嘅祈禱係點樣？成日捉實神嘅應許，神係愛我嘅，神睇中我嘅，神喺我心裏有奇妙計劃嘅，神會幫助我嘅，就係神凡事都能嘅，係冇難成嘅事嘅，神要大大使用我，祝福好多人。嗱，呢個就係應許啦。但有好多人咧，佢睇聖經係記得啲咩咧？哎呀，看重罪孽嘅神唔聽噶啦。哎呀，又大咧，又去吊頸自殺啦。哎呀，以色列咧又俾神咧懲罰啦。有人同我講喎，佢話：哇，神咁樣噶，哇，懲罰佢咁嚴重啊，連摩西都要懲罰啊，哇，咁我唔信耶穌啦。咁即係有啲人會咁樣，但係呢個係睇到神嘅公義嘅一面，但係神係一樣有憐憫嘅。其實摩西有人話俾我聽，佢話摩西一世人跟耶穌跟神，最後佢入唔到迦南地，咪好慘咯。但係其實摩西唔慘啊，佢最後喺榮耀嘅時候登山變形，佢都有份出現啊，咪一啲都唔慘，係嗰個人覺得佢慘啫嘛。其實佢雖然神喺呢個係管教啊，係唔俾佢入去迦南地，但係其實佢係得到好多福氣，佢成日都見到神嘅榮光，佢又上到天，上到山上又變咗有面上有發光，所以其實佢係好好嘅，好蒙福嘅。但係好多人咧，淨係睇到佢一樣咧，就話神唔好啊。咁呢個就係一種對神嘅一種批判啊。这个意念就不好，我成日亲近神，捉实圣经那些应许。那些譬如那些说话注重罪孽的神不听是什么意思？是不悔改的人。但有些人最喜欢捉埋这金句，神都不听我祈祷了，因为我注重罪孽。那你注重罪孽即刻不是悔改求耶稣赦免，那神就听咯。其实很简单，譬如有些人说哎呀我没祈祷，那就即刻祈祷咯，我犯罪那就即刻悔改咯，那就是这么简单，不用去想一大轮的。但有些人就哎呀好惨，我又犯罪，我又软弱了。有些人哎呀你不知道，我真的很软弱了，我很软弱，那就很软弱，你拿耶稣就帮你的了，那就不用那么留在这个软弱里面的。第二一齊讀呢句又好好啊！常灌輸屬神正面嘅思想，不斷灌輸神愛我，神睇中我嘅，我係好寶貴嘅，哇！寶貴到咧，全世界只有一個我嘅，冇人能夠取代噶。我生命係非常寶貴，可以祝福好多人嘅。嗱，你跟我講一次啊！我係非常寶貴嘅，神特別創造嘅，冇人可以取代嘅，可以祝福好多人嘅。我仲有嘅時間係非常寶貴嘅。嚟睇電視，可以祝福好多人嘅。哈利路亞，即係成日灌輸正面嘅思想。第三啦，留意負面嘅思想嘅來源啊。點解我會負面思想咧？有時俾人又魔鬼啦。但係咧，我哋嗱魔鬼嗰樣嘢咧，就你冇得追啊。點樣魔鬼點嚟？但係咧，自己嗰啲就可以追到啊。點解咧？因為我俾人鬧過，成日覺得人會鬧我，有冇呢種感覺有時？人哋一講句説話，我有啲嘢同你講啊，咁你即刻係咪想罵我啲咩咧？點解？因為俾人鬧得多嘛。但我哋可以唔使咁諗嘅，咁佢話我錯咪改咯，唔緊要嘅，唔使咁放喺心上嘅。即係我點解會咁？可能俾人傷害過，可能咧對自己睇法好負面。第四啦，要處理啦呢啲負面嘅思想。第五咧，成日欣賞自己正面思想，啊我又正面咯喎，啊嚟女人今朝我又喜樂咯喎，感謝神。第五啦，欣賞自己正啊，對唔住啊，欣賞。第六啦，多從正面思想嘅人學習，即係有啲人係成日都好正面嘅。這個世界上嘅人，你係會見到有啲人係好負面，但係有啲屬神嘅人真係好正面。你多啲從呢啲人身上學習，點解佢會咁正面咧？係裝假定係真咧？你要睇得出嘅。跟住咧，當你咁做嘅時候，神就凡事祝福、幫助同埋祝福我哋，神必叫我哋前景更加美好嘅。嗱，呢幾點係好重要，我哋一齊重温下。第一個咧就係親近神，深信神嘅應許，
灌輸屬神正面的思想，留意負面思想的來源然後處理。第五呢，欣賞自己正面思想，多從正面思想的人學習。所以求主幫助大家，我們一起低頭給問問，我們問一下神，我們有些什麼負面的思想裡面，可能覺得自己慘，這個是負面思想來的，覺得自己沒什麼用，覺得自己有些地方不及人。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放低這些負面思想，雖然我們是有不夠好，不過神呢是揀選那些軟弱的叫剛強的羞愧，揀選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神呢是會使用我們的，我們有不及人不緊要的，有人說我不緊要，人說我不能夠取代神的應許，不能夠取代神的揀選，神是會大大興起我們的。神是最好的，我全然跟從神的話語，所有神的話語我完全的跟從，有耶穌真好啊，哈利路亞，有耶穌真好，我完全的跟從神，心就輕省了，是不緊要的，很多事情是不緊要，不用放在心上那麼煩惱的，我們可以時時用正面的思想時時感謝神，哈利路亞，多謝耶穌。在這陣我給大家一個反省的時間，有些什麼負面的想法，可能家人的影響，周圍的影響，大家想想有些什麼我們裡面的負面的想法是影響著我們的，主耶穌幫助我們真心的悔改。首先我們知覺自己哪裡負面，到底我是不是一個負面的人呢，都有一個正面的人呢，求主耶穌幫助我們處理生命，用神的正面的說話取代負面的說話。耶穌釋放我們的靈，讓我們的心裡面的擔心釋放出來，讓我們心裡面的煩惱釋放出來，讓我們的心是全然輕省的。哦，哈利路亞，多謝耶穌，感謝耶穌，多謝天父，讚美天父，你是愛我們的，我們前面是光明的，我們神的王子公主，哈利路亞，靠著耶穌我們必定得勝有餘，多謝主，感謝主。